几个礼拜前，AIT 通知新竹市，讲因的参众议员要来新店，他们不断的称赞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真正厉害。席间，他们不断的称赞台湾的防疫做得真好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咱防疫做了好，咱经济变了好，这拢是咱中央政府做了真好，才有这样的成果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公投本来就是民主的展现，但是公投不该成为政党恶斗的一个工具。这是公投，所有台湾人民每一个都是候选人，因为我们投给这国家安全，台湾的民主要不要继续往前走？台湾的经济要不要往前走？我们要不要为下一代负责？所以各位乡亲，这摆公投，咱每一个人都候选人，咱大家己安尼使无？啊，国民党，你乱了无够，即马阁用四个公投要出来乱。各位，这四个公投讲起来哦，一人过一人足清楚，这都拢关系国家政策，关系政府稳定前进，关系还有没有台积电，所以这一人过一人都事关台湾的前途，国家的政策。我很欢喜来到新竹市，这也是我这边公投参加说明会里面第99场，新竹啊为怎样南北奔波，就是要希望咱全国的父老乡亲时代会当知影，这四个公投实际上是牵涉到台湾四项安全。另外，这四个公投案每一个案，伫台湾社会纷纷争争拢超过20档啦。国民党讲四个同意，实际上伊是搬四粒石头来挡住台湾走向国际起路。你讲对唔对啊？对。所以12月18日。拜托大家出一个卡手者，手往背起来，手往背起来，把这四粒石头搬走，让台湾继续向前走，好吗？四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利。四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利。四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利。